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我们 Hello，Hello，让你坐进来一点点，让大家要看你今天。等会儿来，对，OK，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hello, 我们 Angela 又来喽。是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忙吗？忙，原本应该要很忙，原本应该要更忙，对对对，因为忙。就是之前听说已经巡回演唱会要开了，就一个礼拜会有一场，然后是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所以最近可能又得延期了。OK， 哇，今天的妆容整个也完全不一样，跟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第四次见面了。对，如果没有算错的话，第四次见面了。对，你不觉得我今天很适合探险吗？我觉得就是很酷，今天的装扮就跟以前的 Angela 完全不一样，包括今天的。我非常想问你的口红什么颜色，好好看哦！等一下告诉你。好的，你看安吉拉的口红，我跟你们说，今年秋冬天哦，今年秋冬天马上流行的口红颜色，深棕色，有点奶茶咖啡棕的颜色，这个颜色我跟你说，秋冬天超有质感。对，真的，你每次的妆容都会让别人眼前一亮。谢谢。就是之前在歌手的时候，你那个高光，我的妈呀，感觉就像仙女在发光的感觉。谢谢。所以这一次，佳琪也期待了很久，因为顾家的老板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买家具的一个人。他说还有一个人也很喜欢买家具，我说谁？他说张韶涵。他说一定要把张韶涵送到佳琪直播间，你们两个一起来聊聊家居。嗯，好，那今天就是麻烦你来跟就所有女生当一个参考官，就是告诉他们如何把家居风格来做一个装饰。所以你自己的家是自己装饰的吗？对，而且我就是不定期的时候，我会跟着我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我觉得说啊，我们缺了一个什么，是，然后我觉得风格可以再改变一点点。就有时候你其实可以用一些小的东西去做一些这种装饰，就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不会用花很多的钱。对，我就是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你的家里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是那种轻奢的，还是那种比较偏颜色亮的，或者是有一点点偏民族风格的那种？我都有，都有。对，但是就是凡尔赛有很多家。没有。好了好了，开玩笑。对，但是我比较偏向是那一种。就是简洁干净，就简约干净。对，简约干净，我特别喜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买到非常多那种饰品、跟装饰品和那种装置产品，所以有的时候你把你的家装得更加的简单一点，然后轻奢一点点，然后极简一点点，其实你买那些家居产品会比较的好买、好配，对不对？是 是。OK， 那其实，在你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些了解，就很多人面对家居布置是没有一个基本的就认知的，可能会说啊。看到了这个单品很好看，看那个单品也很好看，然后把它加在一起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或者有的时候加在一起感觉有点太闷那个颜色。所以就是所有女生们，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今天佳琪就跟 Angela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装修你最向往的家，好不好？就是听说你也在来之前也准备了一个参考模板。对，是，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高科技产品，是，所有女生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iPad， 我们来把我们的这边的镜头接上去。现在我们上面的镜头就是现在我们 Angela 手上拿的这个平板。对的。所以如果你要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很多人买房可能现在都这样的精装修房子，已经装修已经好了，只要装家机进去。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客厅里面，你会想要装哪个东西？其实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就有点轻奢风。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其实不要让它太冷。不要太冷，对，就是不要太暗的颜色，不用太暗。OK， 有时候可以再多加一些，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得到对不对？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它这个，现在 APP 太方便了。对。然后你就按一个加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是夏天嘛，嗯哼，特别适合牛油果颜色，牛油果绿很好看。对，凡是只要是牛油果就的颜色都会卖的，就对了，对。哇，就是直接把就会有一种这种明亮感觉。是，哎，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刚刚那个白色的颜色？我们可以换一个白色。对，你看一下牛油果跟白色哪个更搭哦？其实，你看牛油果更搭，但是我觉得牛油果对，因为它后面已经是偏白白的了。对，所以就是美们，你们在装修自己家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干嘛？你一定要就是稍微的考虑一下，和在你的脑袋里面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装修思路图，然后让你看一下你后面的颜色跟你自己买那个沙发是不是搭的。是，牛油果绿真的很好看。牛油果绿很好看。然后我们就换，我们换场景。好。然后换场景也非常方便，就是比如说这儿，我们到了、就是卧室了。是。对。然后卧室也是很简单，就比如说。你可以床头柜，床头柜。哎，所以这个卧室你会选什么床头柜？我很好奇。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因为你看这有点蓝色，是，然后灰色，哦，然后我会把它找一个比较，哎，这个是床，是，等会啊，我找一个比较中间的颜色。
啊，就是有一点拼色感的床头柜，所以你看它就有延续的感觉，是有看到有看到，这在干嘛？这在就是玩虚拟人生的感觉，就装修的感觉，对，特别好玩。现在是，然后床的话，我个人就觉得，比如说这个颜色挺好的。哦、啊，看一下你的家就被填满了感觉，这样子你才知道你自己住进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模拟一下，是很厉害。哦，所以你会比较喜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比如说墙纸颜色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家装风格的颜色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拼接。对，因为如果你太多颜色的话，我觉得反而就是会给人家感觉没那么成熟稳重。哦，就会有点轻佻的感觉。对，但是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孩子，我觉得是适合的。对对对对，那儿童房比较适合亮亮的颜色。对对对对，亮颜色。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什么？你们搭的那个什么四件套。对。对吧？你家的四件套，万一又一花，整个一进去像进了一个花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选择更素雅一点点的，而且四件套也好买。对，然后主要是素雅会比较好配。哦，就素雅会比较的好配一些、哦、而且我觉得哦，就大家现在买房其实可能就是不是买那种特别大户型，特别像是一线城市什么上海啊北京啊，然后深圳啊广州啊，大家买房都比较偏小户型为主、就可能一家三口的一个装就是住房需求为主，所以我觉得风格就是我觉得外观还是要比较的简约为主，是，对不对？就是你百看不腻那种，就对，就是反正怎么样进去都是好看的，对。但是也不会觉得哎，好像有哪里有奇怪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就选择一些流线型比较好的那种大块的家居会比较好，没错。然后有时候小的东西可以做一些点缀就好，就比如说抱枕啊，对吧？比如说你的四件套呀，比如说你的香薰蜡烛灯呐、啊，对，然后包括你在餐桌上也可以放一些什么花朵啊之类的，立马 就做一个样的点缀，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美们带来了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好朋友，我跟 Angela 都非常喜欢的品牌顾家家居。其实刚刚我们的第一款牛油果的那个沙发我们今天也有售。对。如果让你推荐那个牛油果沙发你会怎么推荐？我觉得呀，我怎么要不我先来吧，我来打个样好不好？所有女生我跟你们说，那个牛油果沙发是我自己看中的一个沙发，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装修的人，对，然后我喜欢绿色，因为绿色会让一切变得很安静而且很舒服，是，就是当你劳累了一天回家之后，你本来就有点急躁跟浮躁了，对，然后当你回家看到那个绿色的沙发，而且我们今天那个面料非常有质感，它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质感面料，就是你摸上去就有点像羊羔绒，你太厉害了，就你摸上去就有点像羊羔绒，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家给你最多的温暖，就是因为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委屈、或者上班的时候会有点不开心，委屈，对，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个温暖的沙发上，你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然后窝在那个沙发上看看电影啊，我觉得都可以，是真的很舒服那个沙发。然后这样我们让庆子姐帮大家来简单快速的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顾家的美门星座轻奢单椅，这个单椅真的很好看，来转过去来了。我们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顾家这个单人位的沙发呢，两个颜色，刚才我们看到上韩包含还有到佳琪最喜欢的这个牛油果绿色，这个是一个旋转款，就是它可以360度来进行到旋转，另外呢这个白色感觉就像是羊驼一样，非常非常的舒适，是一个纯白色，底下呢全部是碳素钢，这个是固定的脚架，但是这个细脚架呢也是比较简约经典的。那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宽大的这个位置，因为直播我只能这样正襟危坐，如果在家里面其实特别适合盘着腿，因为它的深度会特别深，而且坐上去的感觉啊，它的弹性会特别好，比大家视觉上看上去坐感会更加的柔软，因为里面填充到的是不同密度的一个高密度的海绵，所以它久坐是不塌的，而且在家里特别的温馨。好的，谢谢庆子姐，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可以看我们头上这个图哦，真的它就是你近看你和拿到实物你会觉得哇好有质感哦，就是那种很温暖的，像那种玩偶，有点像治愈玩偶或者那种手办的放大版，是的，所以你就可以窝在上面做你一切想做的事情，而且就是你知道吗，这种温暖的放到家居风格里面，其实对于简约那种风格会有一点点提升它的温暖感。对，我觉得如果要两个颜色白色跟绿色，你会推荐哪个？牛油果绿。我会推荐绿色。如果放在房间呢，就是如果卧室里面要有一个这样的沙发的话，你会推荐什么颜色？我会选白色。白色，因为干净。对，因为自己的四件套可能会有颜色比较多，会选那个白色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感觉那个地方就是你可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坐在那可以自己想一想事情的一个，对，就是觉得特别的温暖，自己的一个小地方。客厅真的推荐大家买什么牛油果色，然后房间卧室你就买什么，买白色，好不好？所有女生跟大家来说价格，
今天晚上我们真的货不多，这把椅子我订了好久好久，因为我听说 Angela 要来我们直播间，所以我今天就是我没办法，要选三四个产品嘛，然后我就选这把椅子，我们真的订了好久，现在卖的超好，我们一共只订了500把。嗯，真的，一共只订到了500把，而订了真的很久。固定款就是你想要那个细脚细腿款的话是3149，如果你要旋转款的话是3489。你都知道，你应该就是装修过房子的。对，线下买家具是不是好贵？是，特别贵。特别是如果你看那种品牌的家具的地方，哇，一个沙发十几万，一个椅子十几万，一个椅子就几万块，特别贵。我们就按到手价，固定款1799，旋转款1999给到大家，而且顾家品质值得你信赖，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领300元优惠券，拍立减减1190的1050，因为最近是家装风家装季，所以大家真的在今天晚上买超便宜，好吗？来，3、2、1，上链接，赶快去抢你喜欢的颜色。